我听到大安区，我其实有一点酸葡萄。我想说大安区。我这两个月每一期都有买，对，我从他知道他在21的时候我就开始买了，然后我昨天签了生日牌吧，因为我是198511月20这样，所以我19跟5跟8我都有中。大概这样赚多少钱？1000，一千，对。对，从21开始买到现在大概买了多少钱？投入多少？400,000万。20,000,000吧，回收大约一半左右，60%。威彩的重点在二区，所以你要对第二号第二区的号码要有点感觉啦。我基本上都是看今年比较常出现的第二区的号码。所以你是有特别去研究？有啊，我在家我拿回来在那边看。没有，这是一种公益。我听到大安区，我其实有一点。酸葡萄，我想说大安全这么有钱还要再买。今年唐老师是说有偏财运了，所以我就各种投资我都会稍微，因为以前只有买房子自己住，但是今年会比较多像股票啦，像这种威力财这种所谓的偏财这样子。因为以前乐透是可以一个号码都中不了，对，现在是不错，有感觉这样，不知道这感觉能不能。下一次等威力财再累积30亿的时候发挥一下，很缺钱有没有？没那么有钱还要再买？有没有觉得越跟他们越来越有钱？主持方面蛮好的，我比较在意我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盯着他是减肥这件事情。他有呗。他有在一直说想要，然后一直在说、我怎么又在吃了？我说可是我来找你的时候不一定要吃这么多。他说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一定是乱说，就是还要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一定要吃的。我说没有，我真的没有要吃。这里有阿米刷，然后这边有萨巴提粥。因为他快要即将进入到写书这个。写书的这个地狱了，我觉得他在写书之前如果没有建立起一个习惯，可能会对他来说蛮痛苦的。唐老师每次跟我说要减肥，我都刚刚在参加一个入跑，因为喊话起来。好，如果那天他来，我就跑完全程。